又是深度。都有啊。嗯，都是深度。我估计咱们市的网线，他打钱了，他才起呢，是吧？打中了那个什么掉去了？打中了。哎，这才能进，才能往上升上来，这就稍微强点啊。这样，咱们稍微看看。没有其他的事情。我有可能短板会比这稍微好点。咱的透明度有时候是有，你看吗？嗯。亮度有，但是还是有深度。他那个机制上，有哪一个是我觉得非常喜欢的？这个。